何晏 Celia 为综艺节目录影，见佢右手绑住绷带，原来系喺屋企下厨嗰阵唔小心俾滚油碌亲。未婚夫郑俊宏见到应该好紧张啊！他一点紧张也没有，因为我经常弄伤的，而且烫伤就不是第一次，但是就这么伤口这么深是第一次的，所以我们一开始也没有想就是很难中，但是好像一直也没有好，就比较留意一点。何晏斯仲话最近喺屋企爱上咗下厨，仲学咗唔少菜式，睇嚟郑俊宏口福都唔错喎。我买了几本呢、这个cookbook 嘛，因为我发觉咧，平时屋企煮意粉咧都已经唔够耐时间，我要由意粉系开始，由面粉开始整先够时间，咁所以而家就钻研紧呢样嘢。